古币封印十五抽开始，轮流一抽给你，你先，我先吗？你都按了。来，古币第一抽，美索不达米亚，掌声给他吹下去。古币呢？古币还这样子对待我，哎、欸，稀有呢，还不错呢。来，稀有可以。稀有呢？来，古币封印第二抽，美索不达米亚，给他掌声吹下去。最好是。哦，哪来呀？晶晶的妖狐。哎呀，亚瑟王呢？亚瑟啊。来，古币封印第三抽，美索不达米亚。掌声给他吹下去。我觉得你不要求美索不达米亚，求个黑金好了。哎呦，让我猜，三太子。嗯，这全部。哎、欸，光谷。光谷 C。你就都猜稀有就饱了、啊。来第四抽，来美索。好烦哦，这个人。第四抽。都是白金呢，这游戏是不是坏掉了、啊？是。哦。这个是新月啦，拿来。Take it. 好，第五抽，来来来，人家说四不过五嘛，待会会四不过六。等一下，来古币封印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暂停一下，来古币封印第五抽嘛，第五抽，好，嗯、来第五抽，第五抽，第五抽，哎、欸，没有别的颜色吗？这游戏没有别的颜色了吗？拿来，好啦，有金色，有哎哎。亚瑟啊，第六抽给你，第六抽给你。耶、yeah! ！有人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啊，第六抽美索不达米亚，掌声给他白金下去。掌声给他米汤下去。哎、欸，还不错哎、欸。我们的吕洞宾呀， yeah! 来古币封印第七抽没。黑金卡一张。来第七抽，该给我一张黑金的吧。哇天啊，这一次也太惨了吧！我要，哈刷，哈刷，第八张，我的哈刷哥，你再这样子吹下去，聊天室会满满的啪啪啪。等一下中，等一下停，不要啦！这张中黑金，聊天室给我趴起来，聊天室给我洗一排啪啪啪。我可以抽了吗？嗯。我让你趴。哎呦，哎、欸，苍蝇王，来古币封印第九抽，第九抽，哎、欸，第九抽黑金，聊天室九起来，正常了吧？黑金啊，哎、欸，不会十五抽完全一张黑金都没有吧？这也太过分了吧？有可能，不用讲，不用讲。Oh my god！ 拿来，快点！哎、欸，古币封印要第十抽哎、欸。嗯，本多，你看那个钱多就是任性，本多就是忠胜，不想理他。第十抽，哎、哦，拿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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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欸，我倒数五抽了、欸，一张黑金都没有，真的假的、啊？秀吉耶、欸，秀吉我已经五张了啦，秀吉耶、欸，嗯，哇，古币封印第十一抽。哇 ，Oh my god！ 哦、oh, ，哇塞！来来来，等一下啦，女人安静。快点，快点！这个是盖亚。盖亚。第十二抽古币封印。哦天啊，抽完就倒数三抽了哎、欸！第十二抽、嗯，各位观众，你们觉得十五抽会不会至少一张黑金？哎、欸，开始分流了。哇，等他一下吧。哎、欸，说不定分流就是那个啊。哪个、啊？按一下啦。好好，第十二抽，这个没有太久，还好。我的妈！拿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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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五、哦。啊。天啊！第十三抽，第十三抽，第十三抽，还剩几抽？第十三抽，就十五抽就没啦、啊。现在第十三啦。那十四是我的。哦天啊！不要闹，不要闹，不要闹！有人要哭了。
哇塞！哎、欸，他又开始分流哎！啊，有了有了，第十三抽，第十三抽，哦，第十三抽，来，刚刚说没有黑金的，啪啪啪，不，999给我洗下去，美索不达米亚，你觉得会什么？你觉得会什么？啊？你觉得会是什么？你回答好，特哥，美索不达米亚，美索，都不是。你有几只了？不知道。第十四抽。哎、欸，当初黑火炎怎么抽都抽不到啊？最近几次古币都在那边给我抽黑火炎。第十四。哦，等一下，来，哪一只？聊天室先继续九下去，十三、十四抽，连两抽黑金，聊天室九一波起来。庞贝。美索不达米亚。真的吗？美索不达米亚。放喽。等一下，我改一下好了。玛雅，我觉得会是玛雅，我跟玛雅孽缘太深了。我觉得是庞贝。玛雅。放了吗？好，放。哈。玛雅。哦哦哦！梁氏的各位，抱歉啦，史上最强水队队长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现在史上最强水队队长好像是蒲饭优助，是不是？可是我自己都没有特哥，我还帮你抽到。第十五抽哎、欸，会不会连三黑？连拉三，连三黑，怎么可能？来，我跟你讲，活的，太夸张，不会，相信我，不会啦。啊！给我一个漂亮结尾，会死是不是？哪那么欧啊？妖狐。啊！哦，看到暗的，真的以为是妖狐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还可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15抽2黑金哈，各位观众，你们就自己稍微斟酌一下这个几率啦，1/15大概几%，我来帮你算一下啊，0.087%，哎，看你们想不想抽这样子，还是要抽啊？0.13是几%？就是13%嘛，13.33%啦哈，拉中黑金，股币拉黑金13.33%，自己斟酌一下好不好？谢谢你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